那我们这边木耳啊，就是我得卖30多啊，36、7吧，啊，一斤的，兄弟们，我要想卖的话就得卖36、7，知道吧？在我们这拿货就得将近30块钱一斤，啊，27、8一斤，然后我卖36、7，刨去扣点，刨去快递，啊，就是薄利多销，啊，我相信在你们当地那会儿的话，如果在你们当地的话，如果要买木耳的话，得上40块钱一斤，好点木耳。就是好的话得40块钱一斤，是不是、啊？卖大米，大米也不卖，大米太多了，可以呀，质量好就行。你是牡丹江的呀？对，我们是牡丹江的啊。47，你们那边卖47啊？30多真不贵。嗯，嗯，老四，老四对啊。三最近聪明，要50呢。你们那有地方需要50吗？啊，但是我们跟你说，我们这块就是卖30多的，你们知道是啥样的吗？我跟你们说啥样的啊，就是那种泡出来之后，就是一个是一个的啊，不是那种滴个嘟嘟的那种，兄弟们，得去自己就是泡完之后有好几个，泡完之后自己摘一半一半摘下来。我们这块就是30多的呢，基本就是一个是一个的啊，一个发一个，知道吧？就是。每一片一片的，兄弟们，一个一个，一片一片的黑木。